的容颜，吹乱眼中的河，吹乱河中的城市，为什么吹不乱心中却怀念着一个人的简单，为什么河中的鱼只剩孤单，为什么离开我那么的决然，一切都会好，交付给时公公，今天回得格外晚，宫里的事儿忙不过来吧？总算让李选侍移出了乾清宫，可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我这个司礼监掌印总管都有点顶不住了。王公公，有位自称是裴赞善朋友的人说有要事找你。裴文忠的人在哪儿啊？东华门外。快，带我去见他。是。小人于子健，拜见王公公。不必客气，你有什么话尽管直说。王公公，您在皇上身边任职，有机会向皇上说话。裴赞善和沈大夫无端受冤枉，被牵扯进红蛮案，现在只有请公公做主，或许他们还有活命的可能。哎，皇上驾崩前后，咱家一直在跟前，原委是很清楚的，奈何如今魏忠贤提督东厂，咱家插不上手啊。王公公，皇上年幼，容易听信谗言，希望公公能联络朝中那些公正敢言的大臣们，一起为裴赞善说情，这样或许能够扭转皇上的看法，为裴赞善洗清罪名。哎呀，要不是被你提醒啊，咱家险些忘了，先皇大行之前留下遗旨，要重新启用那些被诬陷和撤职的官员，这些人要是回到朝堂上，对皇上一定能起到好的作用啊。那太好了，王公公，那就赶快敦促皇上按先皇遗旨办吧，不然就来不及了。好，咱家明天就找机会对皇上说。皇上，嘿，王安，你看这乾清宫到底比慈庆宫宽敞多了。你看朕坐这小房子，只有搁在这儿才能显示出真正的气派呢。哎呦，皇上的手艺真是越来越精了。皇上，先皇在临终前，奴婢记录下了他对历年遭受冤屈贬谪免职的一些官员重新启用的遗旨，您可否看一眼？朕都忙不过来了，改天再说吧。哎呀，皇上，这可是国家大事啊，先皇嘱咐过不可耽误啊。哎，那好吧，拿来给朕看看。哎，请皇上过目。这个叶啊，叶相高。叶相高是干什么的呀？叶老相爷万历35年入阁，到42年致仕归乡，当过7年阁臣，其中有5年担任内阁首辅。当初
要不是叶老相爷处事老道，福王啊还真的赖在京城不肯去洛阳。要是那样，说不定神宗显皇帝还真的被正太皇太妃给迷惑了，动摇先皇光宗真皇帝的地位。皇上若是真是那样的话，您今天可就当不了皇上了。那这么说，这叶向高还是有功劳的了。哎，那就让他来，反正内阁里也需要人办事儿。是，奴婢说的下一位是王之蔡大人。王之蔡，这个人我听说过，不是皇祖让我父皇和朕陪着见大臣的时候胡乱说话激怒皇祖的那个刑部主事吗？他有什么冤屈啊？啊，王之蔡有胆有谋，当初若不是他暗审挺缉案的凶犯张差，就连内应庞宝和刘成都逃脱了惩罚，就不用说把大家的怀疑引到正太皇太妃身上去。先皇对他很是赏识，认为他可以担任刑部侍郎一职。那就让他当呗，朕准了。是，奴婢说的第三位是，就是皇上。哎呦，皇上还忙着呢，奴婢这就给您传膳去。不用了，朕正在与王安商议起复大臣的大事呢，这可是皇考大行前留下的遗言，是为了纠正对忠臣的处罚。哎呦，这可真是要紧的大事啊，陛下能不能让奴婢也瞧上一眼呢？你瞧吧，就在那儿呢，朕有什么事瞒过你？哎，王公公，咱家不认识很多字，您给瞧瞧这个名字是谁呀？这就是以前的太子赞善裴文忠，先帝在临行前亲自定下的，让他担任太常寺卿。王公公，咱家怀疑你狡诈，这上面的字明明是你写的，怎么能证明是先皇的意思？咱家是司礼监掌印总管，一直带先皇草拟诏命，难道你不知道吗？不错，别人的起复有可能是先皇的意思，可是你与裴文忠一向有私，咱家有理由怀疑他的名字是你有意掺杂进去的，要不然你为什么不等查出他与先皇的暴毙身亡是否有关系，你就急着为他升官呢？皇上，您任命其他的大臣奴婢没有异议，可是这个裴文忠涉嫌弑君，你可千万不能草率任用啊。魏忠贤，你提醒得好，朕认不得那么多外臣，大多数还不是听你们这些身边人的意见。王安，裴文忠的任命待朕想想再说，其他人的任命留待朕拟旨传旨吧。这奴婢遵旨。皇上，这个人以后千万要提防着点儿。这个王安，他长着多年跟随先皇，很有可能暗中对皇上您有藐视不公啊。王安，他还不至于这样吧，要不是他从李选侍手里把朕救出来，朕现在恐怕还在李选侍手心里呢，他的忠心用不着怀疑。皇上圣明，不过那个裴文忠千万不能轻饶，奴婢绝不相信他和那个哑巴大夫就和先皇暴毙身亡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就拿出证据来呀，不就把别人的嘴堵住了吗？哎呀，一个小小的裴文忠也值得你和王安争得脸红脖子粗的。走吧，入膳去。哎，皇上您请，今天有您最爱吃的菜。哎，咱家本想一举把裴赞善的事儿一并让皇上给了了，可没想到那魏忠贤横插一杠子，
恐怕反倒提醒了他，会对裴赞善更快地下手了。你看怎么办才好呢？王公公，要不然俺马上劫了东厂大狱，把裴赞善抢出来。哎呦，那可使不得呀，太危险了，就算你把他救出来，今后可怎么办呢？那把玉萍夫人接回来，或许她有什么法子。哎呀，这倒是个好办法，起码他们夫妻能够见上一面呢。那好，俺走以后还请王公公跟杨大人左大人一起多为裴赞善说话，不要让魏忠贤这么快就下毒手。你就放心吧，咱家会尽力而为的。那咱家就先告辞了。公公保重。哎，裴文忠，你要是能扛得过我东厂的48般刑具，我就算冤枉你了。不但给你平反昭雪，而且还在满朝文武的面前给你赔礼道歉。不然的话，你要么是招了，要么就是筋断骨折，毙于刑下。怎么样啊？是死是活，你自己选择吧。魏忠贤，你不要小人得志，你猖狂不了多久了，你会遭报应的。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既然是你自己找死，就别怪咱家心狠了。来呀，动刑。于大哥，冯老弟，俺有一事相求，不知你肯不肯帮忙？于大哥，你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只要我冯宇能办到的。好，爽快。裴赞善被抓进东厂大牢，俺要去接玉萍夫人回京，不过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裴赞善。俺希望冯老弟能常去探望，酒饭吃喝不能少。那儿的牢头老董跟俺是多年的旧交，你只要提俺的名字，他会放你进去的。裴先生的事，冯某也有所耳闻。于大哥，放心吧，当初你对冯某有不杀之恩，手下留情，这点小忙我冯某还是会帮的。冯老弟，俺不想这件事出什么差错，你明白吗？明白明白。于大哥，只要你把玉萍夫人接回来，让她去求求她的堂姐郑太、洪太妃，他们都是皇亲国戚，我想总能有办法救裴赞善一命的。于大哥，你就放心的走吧，我在这边关照着大牢里的情况就是了。好，告诉裴赞善，十日之内俺就能赶回来。这顿酒算俺的，多谢冯老弟出手相助。啊，应该的应该的。嗯，于大哥，你就放心的走吧。下来吧。慢点。上好的寿皮。寿皮寿皮。啊，放心吧，没有人跟着。进去吧。小小小小。母亲，舅舅。徐云儿。我好歹也是个藩王，三年回京省亲一次是当年皇后亲口答应我的。如今
这个魏忠贤却把我关在这儿，不让我进宫，他到底什么意思吗？你们两个先下去。寻儿，事到如今，今非昔比，你父皇不在了，你那短命的哥哥也走了，魏忠贤利用皇上的名义，还不是要我们贬就贬，要我们圆就圆。如今四下京城到处都是他的眼线，你自己说话小心点儿，别落什么把柄在他手上。母亲，你让我上殿面见群臣的时候说话可不是这种口气，您不是说只要我登高一呼就能受父群臣拥戴我成为皇帝吗？到如今你还埋怨我？君临天下的机会只有一次，稍纵即逝，是你自己没有能力把握，回过头来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母亲，我就说我一个人去不行，您要是陪我一起去大殿，就说皇考大行前曾有遗诏。你要我假传圣旨啊？寻儿，为娘一个妇道人家怎么上殿啊？再说别人会相信有传位给你的遗诏吗？你应该用你自己的口才，用你自己的气势去震慑住那些大臣们，这事才有成功的希望。你年纪也不小了，每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我为你出头，又如何能够证明王位是归于你的呢？啊，好了好了，姐姐，父王殿下，事情已经过去了，再互相埋怨又有何意呢？有什么话你们赶快说，此地不宜久留，以防魏忠贤的耳目得到消息，说不定扣咱们一个串通密谋的罪名。我在外面等你。母亲，难道孩儿就这么灰溜溜的回洛阳去？傻孩子，你还想怎么样啊？大局已定，再想翻盘谈何容易啊！你别在京城逗留了，还是回到洛阳你自己的地方上去更安全。母亲，你跟孩儿一起回洛阳的藩邸吧。要是将您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皇宫里，儿臣实在是放心不下呀。你说这话，可见我儿心中有为娘，也不枉我那么疼你。可是现在，为娘心里最希望的就是早日赴黄泉跟你父皇相见，其他都不重要了。母亲，儿臣不孝。二爷爷，老夫叶向高受皇帝命诏前来赴任，军师可以放行吗？我们已经接到命令，请大人马上到内阁去。好。瞎了眼了，敢挡叶老相爷的道，让开，推回去。你才瞎眼了呢，我们
们福王走南闯北，还没给谁让过道呢。居士，叶老相爷，前面可是福王殿下啊！正是这小子，这两天神气不起来了。福王殿下，老臣叶向高有礼了。老相爷，没想到你的身体还这么健朗。前几年本王离京之国，可全拜了老相爷您所赐。老相爷这张脸，我可一辈子都忘不了。啊，殿下记得老臣，老臣也忘不了殿下。今天狭路相逢，为殿下让路，那完全出于礼貌。福王不必谦让，请。老相爷，你也不必说这话。脱毛的凤凰不如鸡，我当然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分量。老相爷，你又何必来这套虚礼呢？还是您先请吧。老臣今天所为，不欲讨好什么人，完全出于对殿下的尊重。来，撤，往后退。好，往后退。是。往后，说说说说说。叶老相爷，果真有古君子之风。承让了，本王与您后会有期。啊，好，请上车。如今也就你还肯把他当个人物看待，相爷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呐。世态炎凉，师叔，裴郎走后一点消息都没有，也不知道他在京城里情况怎么样，皇上的性命保住没有。玉萍夫人啊，我听巡抚衙门的人说，皇上驾崩了。什么？皇上才不到四十岁，登基也才一个月，怎么会？哎，玉萍，你怎么了？裴郎和师父立设险境，这个怎么好？我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去趟浑水，他就是不肯听。这就是命啊。夫人，夫人。哎，于大侠怎么样？玉子姐无能，未能保住裴赞善的安全。他被新任东厂提督魏忠贤捕进大牢，扣上了弑君谋逆的罪名，现在已是危在旦夕了。啊，这我们夫妻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哎哎哎，小姐。玉萍，方相国，方相国。哎哎，这李选侍虽然被赶出了乾清宫，可是红丸案并未了结啊，到底谁该对先皇的死负责？你不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啊。李可灼被关着无声无息，却抓着一个无辜的裴文忠严刑拷打，这到底意欲何为啊？那三位下官如今是刑部侍郎，我只提一个要求，烦请你向皇上提出来，将裴文忠涉嫌弑君一案从东厂移送到刑部审理。董常直接听命于皇上，我们内阁哪能指挥得动魏忠贤呢？你既然坐在这个位子上，又承担着群臣领袖的荣誉，你不能看着该管的事不管呐。说得好。哎呦，叶老相爷，叶老相爷，你可来了。这就好，这就好。方高老，别来无恙。哎呦，您请。来，各位大人好。哎呀，叶老相爷，你来主持内阁，我总可以全身告退了。老朽刚刚到任，
什么头绪都没搞清楚，你就想撂挑子啊？不，夜了相国，咱们这位方大人的处事方法你还不知道吗？遇着一丁点挠头的事儿，马上就想绕着走。现在有你这个个儿高的撑着呢，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他也不管了。杨大人说话何必如此刻薄呢？哎呀，老夫好歹在内阁也这么多年了，迭增变故啊，哎呦，实在是心力交瘁呀。叶老相爷，要求将裴文忠的案子交送到刑部审理一事，就请你向皇上进言吧。啊，老夫心里明白，裴文忠的忠心和人品我是知道的，说他谋害先皇我绝对不相信，我会尽快把这些奏明皇上的。多谢叶老相爷。启禀皇上，叶向高老先生从福建老家赶来，在门外候旨，皇上您见见他吧。叶向高？哎，他不是把福王赶到洛阳的那个功臣吗？你叫他明天再来，朕正在这节骨眼上呢。先皇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有重大事情处理不过夜，大臣的求见一律不回绝。皇上您是不是也遵循这个规矩？得，你又把皇考抬出来了，朕还能说什么呀？你叫他进来吧。哎，皇上，这是偏殿，是皇上做木匠活自娱的地方，不适合接见大臣，奴婢斗胆恳请皇上移驾到正殿与叶相国相见。怎么还有这么多讲究？得，你说在哪儿见朕就在哪儿见。奴婢还要请皇上洗手净面，更换正式的衣服，这样给叶相高一个好的印象。真够啰嗦的，朕穿什么不都是皇上，还怕叶相高对朕不恭敬啊？哎呀，不是那个意思，古时候汉武帝敬重大臣吉安，每逢见他都衣冠整齐，这是为了不失君臣之礼。汉武帝那是哪个朝代的事儿啊？怎么没人对朕讲过这故事？以后啊，让叶相高给皇上请一个有学问的大臣讲学，好的故事多着呢。吾皇万岁万万岁。叶相国请起。谢皇上。原来你都这么老了，进内阁还办得动差事吗？皇上，老臣虽已年过七旬，可除了腰腿不大利落，其他的还算是见了。蒙先帝眷念不弃，重召老臣在为朝廷效力，老臣敢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那你就多受累吧，要是没别的事儿啊，叶相国请回吧，这还有其他的事儿要办呢。皇上，眼下有两件事需要急办，请皇上容老臣再说两句。哎，那您就快说吧。啊，先皇即位不到一个月就突然病故了，这非常不正常啊，而且疑点很多。先皇是吃了李可灼进献的红丸而导致病情恶化的，所以大家称之为红丸案。可是现在又有裴文忠引进什么民间医生给先皇治病，导致先皇病故这么一说，这是非不明，疑点就更多。所以老臣以为应该尽快将一干人犯移交给刑部审理，查清楚前因后果，尽快了结此案。嬷嬷，你叫朕什么事儿？叶相国请等朕一小会儿，朕继续就来。嬷嬷有什么事儿吗？皇上，你可不能听那糟老头子的话，谁对您更忠心您心里可一定要有数啊。东厂是在魏忠贤的掌握之中，可那什么刑部是由谁管着的？陛下您认识他吗？幸亏嬷嬷把朕叫进来，朕明白了，
那朕去告诉叶向高，他不能这么做。哎，嗯，呀，皇上，您可不能让他觉得太伤面子了，给他个软钉子碰就行了，懂了吗？哦，朕明白了。嬷嬷，您替朕听着，朕要说的不合适，您就再咳嗽一声。哎呦，皇上，天纵聪明，一点就透，准知道该怎么答。去吧。皇上，能否将一干人犯移送给刑部审理啊？这件事嘛，稍后再议。叶相国还是聊一些其他的事吧。皇上，难道这件事情还不紧急吗？叶相国刚刚不是说有两件事吗？这件事稍后再议，您再说说那件事是什么。好吧，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辽东战事。哦，您说的是辽东打仗的事儿。哎，熊廷弼不是把努尔哈赤给打退了吗？嗨，努尔哈赤退守沈阳，那只是略作整顿。嗯，老臣料他必会卷土重来。那该怎么办？叶相国觉得熊廷弼能顶得住吗？熊廷弼知兵善战，只要给他充分的自主权，抵挡住努尔哈赤应该不是问题，只是不能一味退让，那样太被动。我们应该尽快发兵收复开原、铁岭，这样一鼓荡平努尔哈赤。叶老相国说得很好，那就叫熊廷弼马上进攻。哦，皇上，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要做好准备。我们应该给他调集大量的兵力，同时给熊廷弼充足的粮饷接济。等待明年开春，咱们再和努尔哈赤决一死战。哦，原来是要兵要饷啊。叶老相国，你就看着办吧，在钱粮上朕是不会吝啬的。皇上圣明，国家有幸啊。没事了，咱们各办各的事儿去吧。皇上，那人犯是不是好歹让我听到了，险些被那个姓叶的糟老头子把那个裴文忠给救走了。好在呀，那个小皇帝对我是言听计从，才没有答应。要是把裴文忠从我东厂提出送往刑部，那就是放虎归山了。刑部侍郎王之蔡是他们的同伙，想为他开脱罪名，还不是易如反掌。今天你是立了一大功。这裴文忠一直是先帝的智囊，嗯，就连郑贵妃也畏惧他三分，嗯，要是让他得到小皇上的信任，咱们可就没有好果子吃了。对，所以我死活不能撒手。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想个法子坐实他的罪名，永远除掉这个祸害。你那四十八般刑具都没让他屈打成招。这小子看起来是一介书生，可这骨头硬得很呢。无论我怎么动刑，他都死不改口。就说先皇吃了红丸之后就已垂危，之后再未吃任何药物，你说怎么办呢？哎，你那儿不是还关着一个哑巴大夫吗？是啊，让他认证啊。哎呀，哑巴怎么认账啊？哎呀，你呀，聪明一世啊，糊涂一时。哑巴不会说话，你就不能拿写吗？写下一纸供状，不就全齐了？你说，这哑巴能按照咱们的意思写供状？哼，笑话！他自己不能写，你还不能找人代他写呀？反正他也不能说话，也没法否认那个供状不是他的亲笔。有了这个铁证，想置裴文忠于死地，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哎呦，我的小乖乖，有时候啊，我就觉得你这个脑袋比我的脑袋还好使呢。哎呀，
陈大夫，你好好看看，这上面的供词是按照你的口气写的，你觉得合适吗？嗯，看来你是认可了，摁个手印儿，咱就结案了。嗯，本人确与裴文忠串通一气，趁先皇病危之机，进大黄等泻药，导致先皇暴亡。咱家说的没错吧？好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咱家这就送你回老家，好吗？来呀，动手！是。公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啊？这也太不禁打了。这人在咱这儿已经好几天没吃没喝了。行了行了行了，给他报个狱中暴病，不治身亡，拖到城外埋了算。是。快开门，我们有急事求见叶老相爷。哎呦，各位深夜来访，有何急事？来来来，坐下说，老夫洗耳恭听。下官刚刚听说，魏忠贤已经将沈令玉大夫活活地打死在东厂大狱之中。啊！看来他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将先帝暴病身亡的责任赖到裴赞善的头上。裴赞善回京是我和左大人提议的，当时王安公公还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裴赞善。可是魏忠贤却诬陷裴赞善密谋弑君，这于情于理都不合呀。叶老相国，这是我和左大人详述此事原委的折子，请你一定要转呈皇上。老朽已经在皇上面前尽力为裴文忠开解了，可无奈魏忠贤和客氏屡禁谗言，皇上年幼，他不听我的。嗯，但愿二位的折子能起作用。啊，请叶老相爷禀明皇上，我们三个人愿意身家性命为裴赞善担保。是啊，就是与魏忠贤当庭折辩，我们也绝不惧怕他。各位的心思我都明白，可是此事急不得，得等皇上的旨意而定啊。啊，那他现在这种情况能走吗？他没日没夜的赶来，原本是想带夫人立刻回到京城向郑太妃求情，或许裴赞善还能有救。哎呀，你就别乱出主意了。裴先生已经被搅进这么重的案子里了，这要是把玉萍再牵扯进去，那岂不是一门绝后了吗？现在是要保住玉萍，先让她安稳地住下，一定要保住肚子里的孩子，啊！就是啊，于大侠，你可别添乱了。这可如何是好？俺答应过裴赞善，一定要救他出来，可现在……俺只好回到京城，劫了那燕贼的东厂大狱。你站住！不管佩郎是不是还在人世，
我都要即刻回京。北狼在，我与他患难与共，他若一遭不测，我就去为他收拾。玉萍啊，我不能放你走。你怀着裴先生的孩子，就算是裴先生他不在人世了，你也要为裴先生生养后代，延续裴家的香火呀。先皇病危在京城，裴郎若不是一片忠心，昼夜兼程赶回去干什么？皇家若真杀了裴郎，就是丧尽天良了。没有天良的朝代还能延续下去吗？必遭天崩地裂之灾，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玉萍与这未出世的孩子已失去生存的一匹了。罢了，我与裴郎夫妻一场，也没有想过能过上什么平静的日子。可我没想到，为什么生活如此多舛？我既知道他一遭不测，我就不可以置身事外。春梅，快！不行，绝对不行！你既然在我这儿，我不能眼看着你怀着裴先生的骨血还往火坑里跳，不然你让我如何对得起裴先生？如果我和裴郎真的终身无后，那也是命中注定。师叔，你就不要再劝我了，与其让我在这为他日夜揪心，还不如让我去跟他共患难呢。你和裴先生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啊？刘掌柜，您放心，俺用俺的性命来保证夫人一路安全。师叔，玉萍就此告辞了。师叔对我们夫妻的大恩大德，我与裴郎今生难报，容当来生吧。此时今非，人已散去，我还在这里，凭吊一丝熟悉的你的气息，爱已如冰，时间凝结了神奇，我冷眼看着忧伤站在公车月底，秋风萧瑟，西桥剪影，往